这个工具呢去进行诉讼，去打官司。但是 outside China 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such kind of new。中国的同性恋是有，我也不否认同性恋传播，我也不否认吸毒传播，我也不否认这个，当然同性恋属于性传播是吧，但是据我们调查的结果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500个家庭，一方有一方没有，相处时间最长时间超过8年，最短时间是5年，夫妇两个传染率不超过10%，而且母婴传播一般在30%左右。因为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找了原因，为什么中国传播跟国外不一样，最后的结论是病毒不一样。大家知道病毒类型是 ABCD， 是12型，可是中国是个负压型。在我那个书上写的有，很遗憾当时我想到海关不会叫我来，我运输我没有运过来，我是拿了几本啊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这篇文章呢，我动员这个朋友，我说咱发出去，他说关门不叫发，最后的话我说我发，他们也不敢。所以大家不知道这个情况，病毒类型不同，传播的几率不同。I have to admit that I have failed in promoting that they truly participate. And today, 好，大家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鞋库关闭的是官方表面鞋库关闭了，而这底下的鞋库不但没关闭，而且还增多了。你像贵州25个鞋，25个鞋卖鞋，最近广东专门搁这搞。有人都卖过10年，我去看过。我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感冒啊？如果知道感冒的话，我就把那个光盘拿来。有4个照片，全是我在山东打的鞋子，而且是夜里12点到早上6点卖鞋，白天没有人了。这4、5、3、7，有7天是一起。3、4、21天，郑州那个371的，371啊，我以后我就不用他了，他把这个书包又带到广东了，所以这有2本书没有。